说呢？我的车跪下了，跪了，好浪漫呀、啊！你呢？我你呢？我现在也没戒指啊。压块环儿也好使，知道吗？其实，嫁给我吧，好吗？昨天把西施惹生气了，今天给她准备了爱心午餐。蘑菇，吃个虾，吃个这个吧。我感觉没有熟呀，太腥了，太大了。我太难了，那你点外卖吧。哎，我说我不吃了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嗯。送不了其实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就承包他整个秋天的奶茶。女朋友啊，嗯，我朋友，我带他过来尝试。好喝吗？哎，你们现在什么？哎，哎，其实，爱情就像易碎的水晶，我的两个人手心。